他的问题。Jessica 有问题吗？还是什么人？大家有问题吗？哦，我没有，谢谢。37节有一个 keep from， 注意这个 keep from， 从字面上，如果你不了解 keep from 的时候，你就不太了解，很难猜它什么意思。keep from 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否定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不做后面这件事情。OK， 不让，所以这个地方 keep from dying 就是不让他死的意思，它有这个，它有否定的意思在。凡是你看到 keep from 的时候，一定要这样讲。OK， 所以比如说我找一个句子，可以这样说 ：His mother keeps him from playing game. OK。他的妈妈不让他，这里有一个不啊，你从字面上看不出来，没有 no， 没有 not， 但是 keep from 就是不的意思，让他不做这件事情。His mother keeps him from playing games， 他的妈妈不让他玩游戏啊，不让他玩游戏，这个太浪费时间了，耽误小孩学习哈，所以 keep from， OK， 好，比如说his wife keeps him。keeps him from doing overtime. Okay, overtime jobs, jobs. Okay, 他的太太不让他做加班的工作。凡是 overtime 就是额外的时间去加班啊，大家有的时候留下来加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太太是不准的，他太太不要他加班。OK， his wife keeps him from doing overtime jobs。OK， 好，所以是凡是你看到 keep from 就是不有不的意思，好，一个否定的意思，不让他加班。OK， 好，she keeps from coming to。My house in a hurry. 比如说 rainy day. 他呢，尽量避免，他不在下雨天的时候来我家，因为我们家可能是要爬很多阶梯啊，在一个山上啊。他如果下雨天来我们家很不方便，所以 keeps from 就是他不在下雨天。It keeps from 他不在下雨天来我家。他不在下雨天不做后面这件事情。Okay, he keeps from coming to my house on a rainy day. 好，所以 keeps from 都是不做后面这件事情。他避免做这件事情，他要远离这件事情，不做这样的事情。Okay, 好，所以我们看这个 keeps from。